昨日江嘉敏在社交平台上载自己为新剧《暗黑守护者》开工的造型，亦都写住今日又水肿，而且加埋三个楚楚可怜的表情符号。其实佢个样同平时就冇太大分别，但系网民嘅焦点都落喺佢心口嘅位置。一身便服打扮嘅佢就出奇地性感，配合镜头嘅角度有令人喷血嘅效果，相当诱人。而佢早前为新剧剪咗齐音头，有网民就赞佢新造型可爱，亦都有网民话齐音唔衬佢。